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陈弟媳，大家五早，今日又过礼拜日啦，啊，一只咧，那预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礼拜日，嘛预祝大家咧，或者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心境。啊，咱今日咧，啊，继续过来讲解记录净土。咱常常出去啊，看人咧出山，也是往生去。咱的对联呢，拢是往生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处处都看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四句字，这四字的事啊。但是咱要做到这个境界，几个人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都去呢。本来西方叫做世界，就是咱兜。咱是安那无法度搁当个咱兜呢？这就是咱人生的大课题。无论是往侯将相，凡夫操作，咱也是有信，信心无信心呐。咱死去以后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宗教的仪式，甲咱圆满。所以啊，咱对这个宗教。尤其咱对这个，佛教咧，哈，真济意识嘅，也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什么教拢有嘅意识，咱唔通随便去讲否认。咱无了解伊嘅心灵世界嘅事啊，咱唔通随便去讲啊，伊啊，伊做多嘅无好啦，伊做佛咧安怎啦，伊做耶稣，这个最不用人讲啊，不用人讲。啊，四教为大，四教为尊。人活的哈，业障呢，业力呢，恶业唔知道要去做偌济呢，也唔知道。四者恶业到是一段路，善业嘛是一段路。但是，咱那善业的人，四者咱的善业，咱也要带等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。啊，就是啊，咱恶业死去以后呢，咱带到等于。是西方叫做世界，是体为山的世界啊！体为山，周围拢是体为，甲咱炸掉诶！啊，当上铁皮遐尼悬啊，遐尼悬炸掉啊，咱要走就走无路啊！内底有铁狗、铁熊、铁虎咧，啊，种种这动物啦，啊，这要感咱的灵性，所以咱死了后咧。也是恶者，咱对体为山地下去，啊，这哪个会常常会听到真济大师甲咱开示，这是千真万确啊。那么先者，咱对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啊，咱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啊，咱来做一个图，简单一个比论，哈、啊。咱发现了这个，咱这一看啊，这是一个世界，这是一个的国土啊，国土就极乐的世界，哦，极乐世界呢，啊，咱这是啥？七定的难顿，难顿呢就万德的庄严，对万德做足这功德、道德的行功立德所庄严起来，七定难顿，啊，这里叫做七定的罗网，第二定呢，七定罗网内定呢。哈、啊，七定的难顿啊，那个是栏杆呐，是什么栏杆？迄个标识尔，万德庄严。好、啊，过来呢，咱的七定的罗网，罗网是啥？包罗法界，包罗法界，就是咱的自性，咱的本性啊，咱心性，包罗法界。在娑婆世界，生老病死苦，这就是苦。但是呢，咱
那伫西方叫做世界，咱自性，咱就无生老病死之苦，啊，嘛无这个妄想众生凡夫遭着之苦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伫西方叫做世界，也是啊，咱本来清净的本性啊，咱啊包罗万象，唔是干啦，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这是一串啦，生老病死未影响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佮影响到咱的本性，咱的灵性啊。好，过来就是叫做哈，定养众生七定的行修，哈，七定行修啊，七定行修咧，就是个定养众生所有啊，就是咱的凡间，也是其他的世界，拢长期、长期修心养性，都拢大善人为伫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、这国土边啊。那么各位，咱两位想看嘛啦嘞？咱这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这这满地庄严包罗覆盖，吼、哦，咱的心包罗覆盖，啊，过来呢，吼、哦，定养众生者的，啊，包罗覆盖就是心量真大的人啊，哈、啊，心量真大的佛者菩萨啦，无像咱世间人心量世界这样细，哼，我信得搞我这样的外道，哈、啊，你不值一谈。好，我是一定国民，你是三年国民。无想到你所食的，命是命，伊穿在手，修行山，修行山，你所食所供养是在家人，则大众互咱食，路互咱过，衫互咱穿的。好，你共看到三年国民，甲你一定国民，这是千错万错的想法啦。咱来觉醒。咱唔通我哦骄傲，好，我三千个就较水，我就哦庄严啊，出去啦。你若想你庄严，你就已经安尼落啊。咱绝对唔好去想法，咱爱谦虚，佛祖都会谦虚，真正谦虚会当恭敬十方啊。啊，佛都会安尼恭敬十方，咱一小小一个众生，小小小个人，你就家己家己，哦，我高高在上，出去啊，种足可怜。目前啊，咱凡间啊，嘛这种修行的人有够多有够多，我感觉是足可怜的人。迄种啊，美国真正到西方叫世界骗人诶，哈，骗只唔捌诶俩。但是咱咧，食咧辛辛苦苦，静坐静禅呐，吼打地，哈，辛辛苦苦咧斗起道场，辛辛苦苦咧趁钱来叫，吼供应着大众，供应着，才是咱修道人食饭食咧，咱伊诶心非常快乐咧。哎呦，我今有一个足好食，互只大师食咧，吼，我足欢喜诶。迄种就菩萨诶心啊啦。完了，即嗯，即啊，即歹食，即安尼俩，迄嘛众生诶心啊。所以，包罗界心量真广大诶菩萨，伫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是迄种位诶人，只有迄种人。哦，噶呢，两样众生一世人，一几啊，几啊亿万劫来啊，拢做善事啊，那种真济善根福德的大菩萨。各位受方甚至识啊，咱现在来看这个经文啊，有舍利弗。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充满其中。好，七宝池者，哈，咱伫娑婆世界拢是石头，哈，到处是污泥，哈，到处是哈，这个泥泥壳壳垃圾。但是咱伫西方极乐世界之中呢？拢是全拢金银琉璃珠宝所成的。我嘛伫咱台湾，尤其咧去大陆咧看，较落后的国的所在啊，哈哇，真无卫生，卫生环境啊，尤其啊，咱要去便所的时啊，感觉入去咧，哦，佫出来咧，头晕目暗。那么在较先进的国家，哈，因都。已经就达到极乐世界的净土的世界。那么先进的国家也能成就遐个清净庄严，伊嘛是对大家的努力、修心养性、道德观念，
环保环境保护，大家共同来创造，无像咱啊早期咱台湾啦，啊是现在啦，咱嘛要有安种人，垃圾等隔壁，等现在的等。胡乱办，车开到遐尼水的车咧，吼、哦，结果门拍开咧，只个槟榔泼得出哩，啊，凊彩咧，迄、那个管仔就弹出个号出哩，真正枉费，真正可怜，真正可惜。啊，咱有这个水准开台车，但是无迄个品质，无迄个涵养，无迄个修养，所以咱台湾目前啊，大概。虽然是较艰苦来讲，这嘛是拢自己所做嘞。当时的好的是苗要修复，苗要来保持一个环境共同的环境。所以一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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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条条节节嘞，吼，将整个咱的社会环境给弄歹去啊！这是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。那么，因为咱脚踏的所在嘛是一片咱的净土呢。咱就是这个净土，咱才会要出世来世间啦。咱的人民台湾山这块土地咧，是咱会当来遮，咱要所爱、要修行的一片净土，咱才有来投胎来出世。无咱若歹投胎对非洲去啊，若歹投胎对这山区较落后个所在去咧。咱一定看到这块土地是咱上好一生上大福报所累积起来的所在呢。那么咱为何咱唔好好去珍惜呢？所以讲呀，处前处后爱拼清气，哈、啊，这就是极乐的净土啦。我过去讲风水讲遐久遐尼济，嘛在强调到咱处前处后的环境一定真重要。咱唔通，我垃圾甲扫到隔壁去。你垃圾扫到隔壁去的时候，你已经无清气啊！恁家较清气，你嘛无清气。啊啦，你心内，你垃圾甲扫去，你心未安。你若是隔壁垃圾甲扫到我这来，我不掉咧，你心安，你就极乐一净土啊咯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，爱叫我用我这易经风水命名观这个节目咧，哈、啊，这时段来甲各位讲解易经风水之妙啊。那么咱外在的清净咧，咱内在的清净嘛是同款的重要。所以老祖贵国先师啊，啊叫我爱讲解极乐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这部经。因为这是咱每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物件，咱是怕唔见是意念，啊，本来就清清气气的物件，咱是安那个创个垃圾去。所以，咱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七宝的地，咱地中咧，咱唔通讲啊，看这个地啊，不是个蛋，咱看公园，咱的公园啊，真济啦，不是这个蛋类，吃吃物这个蛋类，感觉真好耍。是实嘞，你等一个粪扫，你爱用偌济人工去捡起来，迄、那个滴顺气是你顺气，啊，这个人捡粪扫的这个工人啊，好去捡这粪扫有功德，但是咱失了德，咱失十倍的德嘞，来补这个一几分的功德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环境卫生咱来做好。咱这大众的公园啊，公共场所，咱唔好看到迄个裤内底沙大个蛋嘞，还是溪仔底嘞，水底行的时啊，哇，我见到这边蛋嘞，伊就流掉呀。你蛋掉，你滴已经失一分去啊，失去啊。啊，大地大自然嘞，替你处理掉这個垃圾的时啊，你爱失掉一分的滴，结果变十倍、一百空八倍啊，这滴这个福啊，去。弥补的大自然，甲弥补好甲你捡垃圾这个人，各位爱怎厉害关系，不能开玩笑。哦，你莫现在阿只抱着个蛋嘞，尤其啊，咱本这边人家只只抱着阿不配嘞，你也叫你真熬，错去啊，失了德，无偌济德，无偌济福，好好你配，爱注意。老早啦，常常啊，感慨讲众生食槟榔啊，你食槟榔好
啊，你讲，你为何破坏着环境卫生自然？伊话讲，恁知影这是失德甲失福，恁知无？恁知无？哎，就唔知。槟榔变是食，变是肥，涂骹变肥。你配一个槟榔涂骹啦，啥物？本来清气清气，你配的是啊，人看到，人会烦恼心到位的是，这德咱爱负责，这福咱爱是的，这德咱爱负责咱德。那么，偌济人看过这涂骹槟榔垃圾安尼过？偌济看了，所以偌济人的起烦恼心，那么咱爱一定爱这个福去弥补着这看到的人。所以咱食槟榔的先生朋友，吼、哦，咱食你那个吞落，那无咧用纸篓袋咧，啊袋咧，咱就提粪扫啦，咱都唔通破一配去破坏环境卫生。这咧、個，咱一个人去失了这德，失了这福啊，你袂好，你袂好啦。哎，注意哦！所以咱的沙婆世界到处充满着垃圾，但是咱会使创造啊，咱唔是袂使创造啊！所以希望咱共同来维持环境的美化。各位是方神知识，佛法之妙。哈、啊，唔是咱一般人所会当了解遐尼彻彻底。我希望即摆讲了以后咧，大家对佛法会进一步了解。佛法不离世间教，啊，你离开世间啦，一时你要去得着佛法是无可能嘅代志。所以咱要珍惜着生有生之年，咱要珍惜着咱嘅身体，身体以外咧，咱嘅思想。咱的念头、心念，跟咱的行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课题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把咱形容为七宝池呢？啊，七宝池现在来看这个呢，吼，七宝者，吼，就第一金啊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车骑、哈、赤珠、玛瑙。马路就对了，咱只有七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宝，七宝，用这七种做起来无同款的七种的字。那么所讲的金呢，要正信，咱爱正信，信这个正信的宗教，啊，信正信的真理。在下一个月前，哈，我到大陆上海去看我啊列祖。啊，东京，东京啊，啊，东京这个公司啊，咱的地主做真大，工厂的地主呢，黄顺才，啊，一个公司的大陆呢，爱我去啊看，拄拄啊路过咱东京机场的时，都拄到咱一个菩萨。这查某菩萨咧，伊嘛咧修行哦，种阿耶老师阿弥陀哦，我早时哦，我一定会准时先看六点这个时段，我看了咧，我才要做啥才去做运动啥才去做。老师，你讲这是真理，咱佛法的真理，人世间的真理，好、哦，所以伊咧嘛一定爱看了，一天若无看，人就感觉真个艰苦。无了解，啊，所以咱做讲这法咧，点点滴滴是每个人内在，那像一部地回收所排内底去包咱的物件，咱唔知影内底偌济物件，所以我照着这一年甲各位讲，咱本来所藏的这物件就这么济，八万四千种的妙法，可惜咱人咧讲，迄是排钱，排钱者排烦恼啊。唔是真真正正的钱啊，所以金诶，咱排着金爱正信，信啥？信天、信地、信真理。咱爱信天，信天是光明诶，信咱的人，每个人本来灵性、咱的个性、咱的佛性拢是光明诶。信地，这是多大包容一切，生在的一切众生啊。那唔当哦，我是修行人，吼、哦，众生小小啊，甲你打入来咧，气不不赶赶出去，真济道场都是安尼。我曾经去道场，嘛去用赶出来过。
好，我嘛笑笑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我今无开悟，才会踏入这个所在。好，我嘛足感谢，啊啦，予我一个境界。所以以后我开道场以后咧，我只要若得咧时间来，我门一定拍开开。咱上基山仙律师，好，咱变作一片会遮尼清净的净土，我门拍开开，是欢迎十方来拜佛。希望恁啊，将恁的烦恼。啊！等候王禅老祖、贵国仙师，或者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，都可以，诸菩萨嘞，拢会使。啊，佛祖啊，老祖啊，我惊有烦恼的，我烦恼等候你，拜托你甲信落好，你甲等候，一件一件讲予老祖，一定会甲你听。你讲讲煞，你心开去啊，你下山。讲讲煞，咱先有是一片这么宽，五家地的土地啊，这么宽呢。你等等的，你会使你回去。所以，咱爱信正信，信真理啊，各位。咱啊，伫世间啊，咱爱求真理。啊，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啊，啊，开始啊，啊，咱因应着，因为咱只较山区，有当暗时咧，要讲经啦，要讲修啦，真济不方便啊，所以开始咧，咱伫新历四月初一。哈，古历三月七八，一直台中市啊，文心南路啊，加这里啊，到永春东路咧，咱买一块500平的地，向着40米的大路咧，咱要起一个台中的道场。这中间啊，咱啊希望各位啊，咱啊会当共同来扶持布施啊。啊！布施的这个功德，咱去一间道场，共同合作完成。哈、啊，去予大家，咱以后嘛方便，予人方便就是咱的方便。咱行功立德，会当予人机会来行善。哈、啊，会当予机会大家来遐修行、修心、养性、听经闻法，这就是咱嘛是人生修行的一个课程。希望各位，咱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好、哦，大家啊，有这个智慧，出这智慧，大家共同咧，咱来搞这道场，遵照老祖贵国先师的开示，咱加一个所在，和大家修行，这加一种欢欢喜喜的功德。啊，咱也是各位啊，咱啊以后，咱建设完成以后咧，咱真济机会因缘啊，咱都一直在台中道场啊。哈，就近哈，台中市啊，南北二路来真方便，高速公路修就够啊。哦，咱以后咱这大办公厅嘛，伫啊，各一个月若要各种活动真济啦。哈、哦，总共一句啊，咱好事大家做啊，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大家信这正信的妙法，信真理，咱只有真理，才会合当予咱带来心安，带来。幸福才会当带来光明。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